上厕所还要收据的这里的号码。好，我们把行李寄在大厅了。决定到 Starbucks 来坐一下。拜拜。天の茶屋に泊まります。这里，啊，这就是奥莱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是10:40，我们要 check out。Thank you。两个英文听力不错，那待会都要给你讲英文了。不要。Hi Siri， 现在气温几度？好，现在气温8度，没有那么冷。哎，还没开啊，现在没开，对啊。那等十几分钟。11点才开，就在排队。好，我们到福王。国宴就要排队，好诡异。今天是礼拜一。特例，红白对抗的薯条跟炸起司条。麦克风。用全家，我觉得说。用全家，那就大家都省了。到。就是麦当劳的摇摇薯条。这边是老特例。农特例，可是我说真的就是麦当劳的摇摇薯条。对啊，就在这里啊。对啦，我们上次也说啊，怎么在这里有？然后下次有，上次有说有。什么？你还有照？哦，有人在那边拍外景。因为他们还要逛药妆。决定到 Starbucks 来坐一下。
他们还没有好。坐在那边继续。新烟子。上厕所还要收据的这里的话，温胖看起来是更好。屎尿几分克？哦，他们好了。好品吧。好了，出来 Starbucks， 下一个是去昨天没有吃到的一兰乌台。哎，现在不用排。来坐这边，坐这边。都可以。哪里？好。我们要不要分一半？要不要分一半？好，吃饱出来了，下一站机场。家电脑、生活杂货、手表等各种商品的免税店。拜拜。还是我们两个换。他做拉皮刀。你要看你要做。37。拉皮刀是红。20。那我们要做20是那个，20是哪一周？态度，你不能做20吗？19、20、21、24、3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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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1270。皆様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特急ラフィートベータ関西空港行きです。次は新今宮です。新今宮の次は天狗茶屋に泊まります。
临时决定凌空城先下车，因为现在才4:09，所以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在这边逛一逛。一放入，二显示金额，投入一币，三贵没有，向左转拔出来，那换100。大概逛一个小时吧，然后就回去坐车。好，4:54，艾迪达刚买了一袋，对，哦，因为剩了一些日币，想把它花掉。就逛了，买了一件上衣、裤子跟一个袋子。这里的夜景很漂亮，再逛一下这 Under Mall 就走了。就这么一点点，500日币啊？对，帮我拿一下。尝尝看。我要拍，等一下。好，试吃一下狗蒂吧，在台湾都没有吃，520日币。Gentlemen, we have landed at Taipei Paris International Airport.